看见那边那个小孩了吗？几句话就给他拐走，我就给你演示这一遍，学着点。盘点人贩子新型的拐卖手段。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玩？可算找着你了，快过来！你怎么自己在这儿玩？你妈都快急死了，我给你妈打个电话，你跟她视频说吧。芊芊，妈妈在停车场等着你呢，你让这个阿姨给你带过来，听到了吗？快走走走，去找妈妈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所谓的妈妈其实是我们用 AI 合成的，孩子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？老实交代吧你。商场、夜市、游乐园是孩子走失的高发场景，出门在外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。儿童安全无小事，谨防 AI 换脸的人贩子。哎，那小孩真可爱，碰见小孩了，你借我抱一下吗？小心点。孩子哭了，你给我吧。你干什么？抢孩子是不是？哎，这是我的。你这个人贩子，你还要抢我孩子是不是？贩子是狗，谁要抢孩子？谁要抢孩子？他一上来就抢我家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人贩子，等我报警。我不是孩子妈妈。还敢抢孩子，不要脸！人贩子，我不是。把孩子放下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孩子。他们两个是你同伙吧？我刚才在角落里看了他们半天。少多少钱？滚开！视频我已经上传了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接你了。哎，你女性外出带娃，切勿将儿童交付于陌生人，更不要让儿童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。你以为 AI 诈骗离你很远吗？他能把你的孩子都骗走。今天我和薛好做个拐卖实验，我演骗子，看看几分钟能骗走一个孩子。轩轩，下课了，我是你爸的同事张阿姨，我来接你去吃饭。我不认识你啊。你爸已经在餐厅等我们了，我让你爸和你说。接通了，爸爸。轩轩，我让阿姨过去接你了，我让阿姨开车带你过来吧。是吧？嗯，走吧。阿姨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没事，摔蛇。刚才我们只用了3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小孩骗上了车，细思极恐啊！这就是 AI 诈骗拐卖，骗子只需要根据你的图像和声音信息生成一个假的你，分分钟就可以骗取孩子的信任。教孩子不跟陌生人说话恐怕已经不够用了，甚至很多小技巧也不够用了。晃手指头看脸变不变形已经不一定能检测出对面这张脸的真假了，但是任凭骗术如何升级，有一招超级好使。走吧，走。阿姨，我再问一下爸爸，我们今天晚上是吃螃蟹吗？对对对，就是去吃那个。走吧。救命啊！我从小就对螃蟹过敏，有坏人。假脸无论有多真，亲友之间的习惯骗不了人。赶紧跟咱家孩子对个暗号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你好，浩然，我是你爸的同事，喊我来接你去吃饭。可我不认识你呀。没关系，我给你爸打个视频。爸。浩然，跟你阿姨来饭店，我已经到了。哦，行，那咱走吧。好。我爸呢？浩然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爸，学校要收餐费了。行，回头给你交上。行，那咱走吧。行，我先上趟厕所，我们去饭店上呗，很近的。我憋不住了，你先帮我拿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快点啊，浩然，别让你爸等着急了。叔叔，能帮我打个电话吗？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有急事，想联系我爸。哦，行。怎么可能？我哪能让别人去接你啊？你在这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你怎么了？我好像遇到坏人了，他们应该是利用 AI 换脸冒充我爸。别怕，带我去看看，走。哎，还真是啊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试探了他一下。爸，学校要收餐费了。行，回头给你交上。其实我爸刚交的餐费。你可以呀。哎，你说脸能 AI 换，那声音怎么换呀？声音合成啊，几年前就有了。科技在进步，坏人的手段也在升级，如果不提高警惕，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是你。有道理。哎，别动，上面留下了他的指纹，那是证据。就他了，这孩子他妈在呢，行吗？就听我的。打了他！哎哎，不行！哎哎，打他！走，滚！
孩子你就拿，走一趟啊。这是人贩子惯用的伎俩，一个人抢你手机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另外一个人择机抱走孩子。你也不想想是手机重要还是孩子重要，手机丢了还能买新的，孩子丢了怎么办？在外带娃需谨慎，不要只顾看手机，儿童安全无小事，谨防拐骗套路多。没买东西啊，就刚才在前面超市，你买了一瓶饮料还有两包零食。胡说什么，我根本就没买东西。不可能啊，就是你啊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没买，什么都没买啊。那我可能认错了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淘淘，淘淘，这不是楼下小刘的孩子，这男的是谁？还走得这么急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他爸同事，我来帮忙送孩子回家。那所里现在挺忙的吧？所里，涛他爸在警察局工作呀。哦，对呀，最近特别忙。刚才呀，他爸还开着警车巡逻呢。你不值班啊？我送完孩子我就去值班。那你把孩子给我吧，我也给他送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不麻烦您。哎，涛他爸，你回来了。以后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。涛涛，涛涛，没事吧？涛涛，家长带孩子在外，遇到陌生人搭讪，一定要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，不要中了骗子的调虎离山计。您好，我们是语言兴趣班的，您给孩子看看吧。这个可以培养孩子的语感，锻炼逻辑思维，为写作打下基础。而且我们现在啊还有免费的试听课，还赠送小玩偶。妈妈妈妈，我也想要。那怎么报名啊？先免费上四节课，你要觉得满意的话再报名。哎，那要不满意呢？不满意也没关系，我们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。哦，那什么时候上课？我们现在赶过去刚好。行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小朋友，给你玩具。谢谢哥哥。这边。哎，大妈也给您一张吧。嗯。我们有规定，这个家长啊只能在外面等孩子，要不然进去的话会影响孩子的听课质量的。宝贝儿，你待会儿上课的话好好的听讲，妈妈在外面等你好吗？哎，你们的兴趣班在几楼啊？在三楼啊。胡说，我们这居民住宅楼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班。我们这新开的啊。对，那你资质呢？还在走流程呢。别骗人了，你们说是免费上课，其实就是为了拐孩子，打着家长不能陪的为由趁机带走孩子，等家长反应过来你们早就跑了。以后出门啊千万不要把孩子交给陌生人。哎呀，宝宝，水龙头没关，都扔到楼下了。天姐，你看好孩子，我回家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赶紧去吧。宝宝，这孩子真可爱，几岁了？刚一岁。我是怡宝处的，孩子怡宝办了吗？他妈妈正要给孩子去办呢。我就住这小区啊，改天我上门免费给您办点。免费？真的吗？是的，你只要把地址填好给我就行。好了吗 ？OK。你好。李静是吧？我是社区的，这位是我的医保处的胡科长，免费给您孩子办理医保的。资料显示您的孩子叶云墨已经一岁了。对对对，快进来吧。来，你出示一下孩子的出生证明。好的。陈姐啊，把宝宝的出生证明拿过来一下。哟，你们这办事效率可真快。你认识胡科长？认识，可咱们是一个小区的。你们的服务可真好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都是邻居，客气啥？我帮你抱一下孩子，你填下表。我来填吧，给你打了泡脚水，别凉了。好，胡科长，填好了。你家宝宝真可爱，能帮我拍张合照吗？好。宝宝真漂亮，真乖。我先回去了，爸妈给你送过来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宝宝的医保好了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电话忘带了，你手机借我用一下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好。哎，胡科长，你干嘛去了？你给我把孩子还给我！你谁呀？你干嘛？
照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孩子是你的？我手机在他那儿。我们俩赶紧走。别乱跑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你谁啊你？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最近打着免费上门办医保的幌子，实则拐卖儿童的就是你们俩。你们跑了吧！求你了，放我们一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像你们这种人必须绳之以法。